这些位在仁德区的庙宇侍奉的是保生大帝，最近在网络上征才，要找庙住，工作待遇月薪25000元，月休两天，可以自行安排，公宿夫妻可同坐。这个条件出炉，有网友觉得离谱，违反劳基法。25000觉得？我觉得还好啊，不然现在外面工作不好找。老的话，中年是可以的。年纪我都会来做啊，今麦搁咧拼。庙住的工作时间长，但是工作内容不复杂。像是有网友就留言分享曾经的工作经验：早上开庙门，擦拭所有的神桌拜拜，打扫卫生；初一十五要准备贡品，有节庆要留下来拜拜。早上那个花茶啊，点尿啦，大面体那个拖花，变少。我们现在的基本工资最低是27470块，如果低于这个都是违反规定的部分，其实每个月只能收两日，那也是违反劳基法。所以我们就跟他辅导，他导致那些条件必须要自己再重新公告。之前在屏东有庙工一个月月领20000，之后依照劳基法向庙方求偿，法院判决庙方败诉，应该要赔将近70万，还可以上诉。这次25000征才的庙方不愿意回应，劳工局将会去劝导改善，否则就要开罚。三立新闻王少友、何胜凤台南报道。